再不出来，我就要睡着了。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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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。 小家伙，脾气倒不小，真招东哥喜欢。往哪跑？呀！哎呀！ 回去再收拾你。放了他吧。他是灵妖。放了他。我当用火蟒虎，抓个灵妖给他打压祭。我不能说话不算数。你用它喂火蟒虎。啊！我就是抓只灵妖。 是只灵妖，你要拿它喂火蟒虎啊！动它个试试，动它一个试试。耶，功夫倒是不错。
九天太清宫的师姐，既然是盟友，何不出来一见？辕门弟子果然名不虚传。林师姐过奖，在下琳琅篇。三年前在三宗会晤，有幸目睹到师姐的身手，可惜我不记得你。师姐眼界很高，无名小辈自然不足挂齿。三年前不起眼，如今已经凝出元丹，修为在我之上，又怎么能是无名小辈呢？倒是这番自谦，怎么听着像是不服气？林师姐跟着我，就是想要奚落我吗？那好，我们说正事吧。愿听师姐指教。雷家人身上突如其来的邪魔之气，别说你没有察觉。我和九天太清宫的师姐心有灵犀。心有灵犀？若不是雷厉引路，恐怕你连家门都不会进吧。我已入辕门，这里早已经不是我家，现在一心除魔，别无他想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共同协作？九天太清宫貌似向来都不愿意和辕门交往过密。师姐，这是……我跟一魔交过手，我比你更了解他。倒是有理，有何条件？功劳归你，一魔归我。师姐，莫非那一魔和师姐是故人？少废话，只说行还是不行。雷家的铁木山庄是元力充沛之地，一魔很有可能躲在那里。金蝉明日出嫁，我们有机会可以去雷家那边探查。这亲事是不是你出的阴招？不过是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在青阳镇，雷家呼风唤雨，林家低调安分，我也必须谨慎。我不关心你的家务事，一魔现在元力尚未恢复，正在寻找清体之人，我们动作要快。我自会安排。林师姐，明日我们在铁木山庄会合，我先回家看望族人。回家？你家在哪儿？我家在那儿。不是说这里早已不是你的家了吗？